其他，所以就是中职跟美职，对不对？哦，你了解，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好，谢谢，拜拜。各位 ，I'm sorry， 我刚刚可爱的股东直接一个电话来，他说 ，A 卡保证券其实是没有分的，他是投手。它是分中职跟美职，中职跟美职。各位观众，不好意思，我们投票重新开始，我们投票重新开始。各位再一次，再一个重新投票。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觉得我要拉中职的，打加一，好不好？美职的，美职打加二，重新做个投票，再来一次。中职拉中职打加一，拉美职打加二。给我一个。给我个想法好不好？中职打加一，美职打加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的一个概念。中职打加一，美职打加二。好了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个结果，好不好？看个结果，来看一下到底是大家觉得怎么样比较好。OK， 总共是157票，我看被洗掉了，我看不到了，糟糕！来，是加一的多还加二多？帮我复制一下好不好？哦，加一的157票，加二的55票，212个人投票，加一是中值的有157票，所以大家都希望我拉的是中值的。OK。没有问题，各位观众。哎，怎么样？又股农？哎，莫西莫西。哎，哎，什么声？哎，这么改？有分吗？没有啦，混在一起吧。哦。啊，了解，好 ，OK， 拜，各位，不好意思，各位，你所以我跟你讲，各位，其实你们真的是太浅，你们有点浅，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刚刚我们又有一个股东，一个电话，然后一个call in进来，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还是有分投手跟打者。只是说，虽然你会看到表面上全部一起跑，但是实际上哦，我跟你讲，实际上它是有分的，所以还是变成中职的打者跟美职的投手，好吧？那既然照刚刚这样的一个感觉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来拉中职的打者，好不好？来喽，各位观众。我这个 CBBL 的打者买下去，哎，其实我有点想要拉美职的投手，各位怎么办？我有点想要拉美职的投手，哎，好尴尬啊，各位，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拉呢，怎么办，各位？因为我们现在，各位，对不起哦，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这个黑卡的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精算，先来分析一下，我们来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库存啊？不是，就是对不起，跟库存没有关系。它是不是二手？它不是二手。各位，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我的本尊只签的是林鸿玉，但是林鸿玉它的价格外面买的话是多少钱？展场有卖吗？展场卖4000，还是8591卖4000？但如果今天买到是2500的话，那是不是我可能2500的成本我就买到了？但是或许我如果今天转换一个概念，我拉的是美职的投手，拉到卡尔顿，那不简单。我跟你讲，那我可能是不是整个价值都拉上来了？
所以以一个成本概念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当你拿到这个东西，你要拉的是最贵的那一张，还有是你最需要的那一张。所以我各位，我跟你讲，这不是我在拖台前，是我现在必须要做一个抉择。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拉到卡尔顿再去买小胖，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吧？各位，是不是这个意思？先拉到卡尔顿再去买小胖，对不对？先拉卡尔顿，先拉卡尔顿，再拉小胖，对不对？你们觉得我拉不到吗？你们觉得我拉不到？我就觉得我拉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就是唱反调，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了解吗？各位，我是住在，我是属于一个精算师的概念，你们没有成本的概念，你们没有成本的概念，各位，今天到底在过年有没有办法拉到一个卡尔顿？我觉得我们来试看看。给大家彼此一个机会啊，各位，你们给我机会，我们也给你机会。我跟各位讲，我们来拉，好不好？我们来拉卡尔顿一次就好，我们来拉一次就好了。如果我这个拉过来变成卡尔顿的话，那有人就去台北车站先靠靠了，对不对？拉一次就好了，各位观众支持我，你们支持我，我就支持你们。好不好？你们支持我，准备了哈。现在，请问一下，卡尔顿是美联还是国联？费城人队好像是国联，对不对？费城人队是国联吗？费城人是国联嘛，对不对？没错吧？还是我是美联还是国联？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美职的投手对不对？美职的投手，是美职的投手吗？许明杰还没老兵哦，有了 ，OK 了，谢谢，谢谢大家。国联是不是 ？OK， 各位，那就是国联，那我们就买国联的。我们就买国联的，我们就买国联的投手 ，NL 的投手，白金包，买两包。请大家给我个机会，我们互相给彼此，好，互相给彼此一个机会，好不好？准备了，各位观众。但是有人说，能不能要拉掉之前，先让他上场一下嘞？那我是不是还要再拿去佣兵？可是我觉得，如果让他上场的话，我还要拿去再佣兵一下，这样子我是不是还要再花钱？各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张黑卡，我没有用过，帕门兼 Plumman 巴尔的摩队的。王牌先发投手，看一下他的游戏记录，看一下实际记录，没有实际记录，那糟糕，我也没办法介绍了。好，那他最主要的话呢，他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螺旋球的投手，帕门螺旋，帕门螺旋，哦，92，然后呢，铁臂直球达人跟直球达人，那当然最好就是铁臂啦。哦，螺旋球如果7等的话，可以来到99。非常厉害，帕门螺旋，而且他有一个特殊姿势，他有个特殊姿势，我们看一下哦，他是不是有特殊姿势？对，他有特殊姿势哦，帕门有特殊姿势。但是螺旋球其实感觉的话，并没有说非常的难打，所以这张卡我们还是要把它合掉了，好不好？
我们只能跟他说声抱歉。来，各位观众，到底有没有办法让聊天室的那位先生到台北车站敲敲，就看这一拉啦，一个黑卡保存券，一个黑卡保存券。现在有人说拉到卡尔顿，他要跳楼，不要，你不要跳楼 ，Black 2553，千万不要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做赌注。如果是你妈，我会很难过，不要跳楼。如果拉到卡尔顿，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看台，看老板台。你们要的是开心，如果不开心，你们就不要看台。当然，中了卡尔顿是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各位观众，自己的 A 卡自己拉回来，霸门有没有办法拉回卡尔顿？如果有人要收卡尔顿的话，我们就来开放一个竞标给大家，好不好？中了斗内100，好，如果拉到斗内2年，如果拉到卡尔顿的话，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OK， 好的，在外面继续打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时候，祝你中卡尔顿66666。66666 ，OK， 谢谢辣椒首席工程师，工程师都订阅了，叫我中卡尔顿，那还有不中的道理吗？是不是各位观众，来吧。如果中卡尔顿的话，我本人抽5条毛巾，5个小夜灯，好不好？5条毛巾，5个小夜灯，并且再抽一个滑鼠。各位观众，我说的，你说的，大家记住，彼此给个机会，记住哦，记住你的承诺，但是跳楼的就不要了，珍惜生命，好不好？生命，你妈妈今天怀胎10个月，把你长这么大，不管你现在是国小、国中还是高中，甚至你是大学，记得珍惜生命哦。你妈妈把你养这么大，花了这么多的成本，你想想看，她要给你吃多少的东西哦？买尿布，买奶粉。然后呢，还要带你出去玩，动不动呢还要帮你买这个、买衣服、买鞋子、买裤子。他整个10年的成本换下来，可能是已经是好几百万。结果你因为一个卡尔顿你去跳楼，那你的脑袋不是有问题吗？对不对？各位观众，看我的台，千万不要跳楼。来咯，或者你们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集体去台北车站敲敲。我也是可以接受了，好不好？各位观众，你现在收看的台叫做老板棒赛转播台。如果你还没有 follow 的，在上方有个爱心键，请你赶快 follow， 因为等一下我中到卡尔顿，有 follow 的就可以抽奖。给大家时间，30秒时间做个 follow， 那个爱心点一次，点一次就好了。各位观众，如果中卡尔顿，你帮我敲，不用不用，我自己敲，好不好？干你老师的，敲也是我们敲，你他妈快点！那个 LEGN， 不要控制一下情绪哦，哦，尊重、友善、包容，不要讲超级白哦 ，OK， 不好听，好不好？超级白在这边。好，这个时候各位观众，股东。权益极大化，请你打上我的这个结印的印章出来。股东，股东，请你打个结印，请股东带给我力量。股东 is power。股东，请帮我打上结印一下，谢谢。Thank you， 3个月 ，everybody， 谢谢我的股东，机器没有错，各位，尊重、友善、超级白，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尊重、友善。
包容，不要骂脏话，好不好？不要骂脏话。记住你们的承诺，记住你们的承诺，我也记住我的承诺了。各位观众，自己的黑卡自己拉，在新年首开台有没有办法拉到我们最棒的卡片，就看这一拉啦。帕门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你在我的账号待了将近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来准备了。要不要使用这张黑卡保能券？要。各位观众，举起你的双手，张开你的嘴巴，跟我一起说：卡尔顿 ，Lady。卡尔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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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尔顿，各位，我看到了，有这个机会，各位有卡尔顿机会，有，各位卡尔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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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位卡尔顿，卡尔。红火莫瑞微信的啊、I'm so sorry， 各位。我想真的是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到底这位先生是谁？红火莫瑞，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三小啊，下一张就是了，是不是？下一张就是吗？是不是有吓到？是不是有吓到？对不对 ？OK， 有吓到就好了，有吓到就好了。你们有吓到，我感觉就对了，有嘛？对不对？好，先合成，先收下。各位观众，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张蒙古莫瑞是谁？我们要一一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蒙古蒙果蒙蒙虾米果是谁？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OK，Jeff， 他英文名字叫 Jeff， 他英文名字叫 Jeff 蒙蒙古莫瑞，蒙古莫瑞，蒙古莫瑞，他是皇家队，堪萨斯皇家队的右投，王牌的救援王。他没有特殊知识，没有特殊球宠，可以说是底黑中的底黑呀、啊。嗯，差一点就要去台北车站考考了，哎，惊点二啦，裤子脱一半了。我跟你讲，3.27的防御率，46，主要都是300升的救援，算非常厉害。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特殊知识跟特殊球宠。好的，各位观众，你们觉得？我就这样收手了吗？你们觉得我就这样子停止了吗？不，在原地不动就是退步，所以说我们不放手。卡尔顿不到手，我们绝对不放手。但是在拉卡尔顿之前，我想看一下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直卡转让券是有机会的。好，各位，没有东西玩了，的确也只剩下这个 A 卡，所以我们现在再拉一次，再拉一次。这一次的话呢，我觉得哈，我们现在用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各位一定了解，它叫做是一个同队大法。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同队的大法。那卡尔顿这个人呢，他是在费城人队，费城人队。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费城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费城？费这个费城。好，我们只看了红卡的部分，当然黑卡也可以看一下，蛮帅的。对，就是这张。
卡尔顿极致左滑，然后我们就买了他的叫做同队大法，他是阴天，我们就买阴天，就买个阴天左头。我觉得我只拉一次哦，我只拉一次而已。好，买左头，再来这一个买下去，汉梅尔斯买下去，克里夫利。比较贵的我们就不买，好，这个150,000买下去。好，奥斯华这几个王牌的投手，我们都必须一定要有。莫雅这个买下去。好，还有这个买下去。好，各位观众。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叫做是同队的合成大法，没有黑卡的保存卷，我们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同队合成大法。到底这个同队合成大法有没有办法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卡尔顿，我们就看这一拉啦、哦、所以我们现在呢，来各位观众，我们把这个卡片一一给它放上去，然后呢这边放了两张，各位注意到我的摆法，你们可以参考，可以学起来。好，你们可以注意到我的摆法。各位观众，你看我这个摆法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摆法不是苍苍，我这个摆法它是一个同队大法，而且我的中间这一张摆的是左头的，叫做是杰克森。然后呢，把黑卡摆在他的右边，那就是一个什么 Magic。它就是一个杰克森 magic， 一个魔术，一个奇迹。到底这个同队大法有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的是费城人队的黑卡卡尔顿？一个新合成100个宝石给他，就这样按下去了。准备了啊，合成。包含可交易的红卡以上等级，你要进行合成吗？要的。各位观众，各位股东，请再帮我在聊天室再打上结印一下。各位股东，我需要你们的力量，我需要你们的力量，请再帮我打上一个结印，好不好？各位观众，自己的 A 卡自己拉回来。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S HSUAN， 谢谢你，谢谢你的订阅，谢谢你订阅8个月，谢谢你。准备了啊、哦，各位观众，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来哦哈、哦！记住你我之间的承诺，我抽一个滑鼠，5条毛巾，5个小夜灯，你们自己讲的，你们自己做到。来喽，各位观众。这时候我请出我的一个好朋友神龙，神龙一出绝对会中你要的卡片，神龙一出必中你想要的东西。各位观众看着神龙，跟他许个愿，是的，各位观众，神龙为我们带来的就是卡尔顿 ，Lady Go， 100个给他啦，保存几率提升没有错啦，卡尔顿，卡尔顿，卡尔顿。卡尔顿，吉普森，李维拉 ，OK， 各位，
照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李维拉，我觉得可能是李维拉，对，过，再过，过去，再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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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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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 ，OK， 可以，可以，可以，为什么？为什么？各位，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我的洋基队的李维拉之前被我拉爆了。他现在又回来了，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各位，我不拉了，我不拉了 ，It's over， 我不拉了，我不拉了。各位，我的洋基队的李维拉回来了，李维拉之后会增加一个滑球，而不是增加一个声卡球，会变得很强。我跟各位讲，我不拉了 ，Sorry， 你就算抖内我200，我也不拉，不拉。我说不拉就是不拉，但是如果300的话，我也考虑拉。Yes， 大师兄回来了，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好，恭贺，漂亮，各位观众，我不会再拉了，你们不要再叫我拉了。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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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舒服啊，没有爆就是舒服。爽快。爽快爽快爽快。童崇辉回来了，李维拉也回来了，曾兆豪也到了。许明杰也可以老兵了。太棒了，各位，太棒了！我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开开心心，因为黑卡没有爆掉，黑卡